people to its king. 巨星罗素克落在森林中，拉弓放箭的英姿即将出现在小英竞选总部。蔡英文发挥创意，破天荒把总部变成电影院。小英邀你一起看《侠盗王子罗宾汉》。Move aside. Your next move. 目标瞄准手头族，连续5个星期要在总部放电影。小英希望借由这个机会拉近年轻选民的距离。除了话题十足的罗宾汉，胡选团队还精心挑选了9支影片，都凸显出小英的竞选政策。包括讨论老人关怀的《青春啦啦队》和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，电影《眼泪》，广场，好国好民则是紧扣着转型正义和诉求公平民主的社会。这部影片当中就这一部是洋片。 唯一只有这一部是洋片，那这一部就是因为我们特别去探讨了公播权，会在明天下午的5点，在板桥的全国竞选总部来召开这个《侠盗王子罗宾汉》的首映，主席呼吁的说，不只是他当罗宾汉，其实人人都可以来当罗宾汉。罗宾汉一天比一天夯，和小猪联手炒热蔡英文选情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今天《侠盗王子》的拉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小英邀你一起看《侠盗王子罗宾汉》。